老秦，怎么了你？这几天连续工作累坏了吧？要我说呀，你应该好好休息休息。哎，现在我能取证了吧？师傅，报案人呢是一对小情侣，来野外写生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死者，其他没有别的线索了。所以没等老秦先解剖啊，我就已经先排除了这个人是游泳溺水死亡的可能性。师傅，根据我们刚才初步鉴定的结果，死者脑后有明显的钝器伤，睑结膜和球结膜没有出血，可以排除意外溺水死亡的可能性，应该是凶手打死他之后抛入河中的。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报告我就这么写了。他杀，很明显。凡儿，吴老头，你这样啊，你想想办法，看看有什么线索能确定死者的身份。好，要么你先拍照，再发协查通报，你再问问周围的派出所，看最近有没有失踪人口。明白。师傅，我觉得这个河水污染得很严重。闻到了。你知道这条河现在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以前叫平安河，现在人们叫它黄泉河。三年了，都没有活物。黄泉河。那这个案子不好查呀。是啊，现场非常不容易查，而且痕迹复杂又乱，汽车印、自行车印、推车印、脚印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如果案发现场不是今天的，我觉得用处都不大。尸体是在河里找到的，说明是从上游漂过来的，至于漂了多远无法确定，河沙范围很大。哎，兄弟们配合一下啊，你们有谁敢看死人，跟我去认一下下面尸体。我敢看。我也敢。行，小李来了，你看看这人认识吗？认识，认识。谁呀？那个我们村的大唐化工厂的王老板王德仁。这回死因明确，身份明确，看来这边麻烦不到你了。来，你先马上去大唐化工厂，把王德仁身边的人都找来啊，最好是亲属，让他们过来认一下尸体。好嘞，头。
哎，确定是这个人是吧？化工厂老板，那他这个厂子应该给你们带来不少好处吧？不是啊，这个厂子开了之后，你们应该有不少人在他这上班啊，一直赚钱呢，不是吗？他那上班，我们吃水电，为了环境。这样的老板我们不需要，因为他为了环境呢。为了我们的环境呢，知道吗？真的好笑啊！里面的鲍鱼都死光了。哎，陈秘书来了。这是王大人的秘书小陈。小陈啊，你看一下，这是不是你老板？是王厂长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他亲人呢？他家人都住市里边，在底下点了部手机，你看一下。哎，得查查这个是谁的。这壳是我们老板的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因为这壳是我替他买的，错不了。行，哥老，你回去查查，看有什么发现啊？嗯，行，我回去看看。这人你带走了。大王，跟我去趟化工厂。好，你跟我们走。死者气道和肺部有少量的污水，说明死了之后被人扔下河的。枕骨右侧有严重的钝器损伤痕迹。伤口可见组织坚强。我唯一觉得奇怪的是，既然死者是死后被人扔下河的，那脚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呢？尤其是这个刺激上，难道死者是死了之后自己走下河的？雨猫，你整理一下，我去灵堂上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。嗯。等等，听说又有命案了，下河村那边，我们一起去，说不定我能帮到你。你是要帮我解剖尸体吗？破案如果只需要解剖尸体的话，那还要那么多部门干什么？走吧，我毕竟也算是写了那么多犯罪心理学文章的。我是法医，去现场是从尸体上寻找确凿的证据，你的心理学帮不了我。相信我，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，能够第一时间掌握犯罪线索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前天晚上我喝醉了。喝多了在这儿？啊，是一个朋友带着酒到这儿来请我喝酒。那朋友叫什么名？于杰，是我们村里的。你们几点开始喝的？来的时候吧，新闻联播刚刚开始，后来我就不清楚知道了。你这个朋友跟你关系很好吗？经常来找你喝酒啊？关系还可以吧，平常经常在一块下棋。他曾经说过有空请我喝酒，我还以为就是一句客气话，没想到这家伙还挺够意思的，前天晚上还真的带着酒和菜到这儿来请我喝。不过这小子挺怂的，就一斤白酒差不多都是我喝的。他说他胃不舒服，不能多喝。你们喝酒那酒瓶子哪儿？哦，那儿。就这个。哎，你别动，就这一个。啊，就这个。确定？确定，确定。那我们拿走了啊。一个破瓶又不管钱，拿走吧。来。哎，你们那天晚上厂子的监控，我想看一下。哟。我们那个监控啊，内存只能管三天，它是循环的，这都几天的事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。那监控的电脑磁盘我们就拿过去吧。你是警察，要拿什么就拿吧。那个于杰他什么时候走的？那天不知道，喝多了睡着了。那他怎么来的您知道吧？他有三轮车，但是骑着车来的还是不清楚了。哎，仔细想想，这对我们很重要。骑着车来的吧？嗯，好像什么酒啊、菜啊都从车上拿下来的。嗯，哎，冯燕，你去派人找找。老秦，看来这案子得走你前面了啊。哎，没事了吧？没事，跟我去趟王德仁的办公室，
听说那儿是第一现场，我们先过去了啊。哎，去吧。对。应该就是第一案发现场吧。是仇杀。你怎么知道是仇杀？凶手在杀完人之后并没有刻意掩藏这个第一案发现场，而是选择抛尸在河边。为什么？按照常理来讲，抛尸无非是为了掩盖这个第一案发现场，而很显然凶手并没有想要这么做，而是选择抛尸在了最近的湖边。这也并不符合远抛近埋的道理。通过以上这两个疑点推断出，凶手对死者有非常深的仇恨，他恨不得杀完他之后马上把他丢到河里。你笑什么？难道专家说的不对吗？那万一凶手把死者丢到河里是为了掩盖他的一些痕迹呢？死者的痕迹不是应该你来查吗？不然要你这个大法医干嘛？真不巧，前天晚上本来是想跟王总一起走的，但后来家里出了点事儿，大概9:30的时候我就先走了。当时我还跟王总请了假的。那你离开的时候，那周围门卫室、收发室有人吗？门卫室的老李在，好像趴在桌上睡着了。不过你们王总消失了一天，你不着急？昨天不是星期天吗？都没上班，着什么急啊？哎，老钱，怎么样？有新线索了吗？现场提取到了几个血液样本，需要拿回队里进行分析。小荣，还发现两只拖鞋，应该是死者跟凶手搏斗时候留下的。在书柜旁还发现了王德仁的一双皮鞋。那凶手留下什么痕迹了吗？看这个样子，凶手应该是把现场收拾过吧。哦，对了，死者是钝器击打头部导致颅内出血致死的。还有一些问题，我需要再证实一下。那合着就是你们什么都没发现，对吧？对啊，你不也没破案吗？哎，不是，你们怎么一个都替他说话呢？啊，人品。哎，不是你，克劳，克劳，哎，这个，你来看一下，这是门卫室的电脑磁盘。哦。只不过里面这个监控啊被删了，你看看能不能再努力一下给恢复了，啊？这个啊，我试试看。行。好，哎，好。啊，于杰家的院门和房门都开着，可是人不见了。找了半天啊，找到一个手机，可是一直是关机状态。手机关机？对。邻居说呀，他老婆跟他老妈都是死于癌症，可这癌症的诱因呢，就是因为化工厂的污染。所以这个于杰啊，对王德仁可以说是恨之入骨，具备作案动机。那这个于杰还有其他家属吗？就剩个儿子了，在上海读书。兄弟，这个情况你也看见了啊，我可能需要你帮我几个忙。您说。通知一下王德仁的家属，跟他们说一下，让他们明天来刑警队看一下尸体。行，好吧，我们可能要就近找一个办事地点。你们这有会议室吗？有。行，那我们就借用一下，作为临时办公地点。冯二，你跟江勇继续打听于杰的下落，村庄周围都要打听，一定要尽快找到他。还有他那个三轮车也要找一下。好嘞，大家等我开会，保证完成任务。
等等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们不是要开会吗？这专案组会议之前带着你已经算是破例了，别跟着我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过河拆桥啊？看了，都到齐了。师傅，尸检报告我检查好了，你看一下。那个王警官呢？他又不是专案组成员，安心回去了。哦。哎，老秦，你跟那个王警官到底什么情况啊？要我说呀，我觉得这铃铛还真不错，有才、干练，而且还有那种独特的职业女性的魅力。哎，是啊，要我说，人家喜欢你。要我干嘛老跟着你呀？你们两个有完没完？行了，有什么新的发现？根据我们对监控录像的调查，小陈的车子在21:56的时候在滨海路出现过。交警当时在查酒驾，他的车子被拦下过。监控录像里有他查酒精时候的照片。滨海路，那离化工厂30多公里呢。那这样一来的话，小陈的嫌疑第一个可以被排除了。哎，那个老李呢？这个老李啊，应该没有撒谎。有名员工呢，当晚8点多离开了化工厂，他亲眼看到老李和这个村民于杰在传达室喝酒，而且当晚10点半左右，有员工专门打电话到传达室，想了解一下自己信件的情况，他可以证实是老李接的电话。好了，下午的会就先到这儿吧。李芒，你跟我去于杰家看一看。师傅，要我说呢，凶手应该就是这个于杰了。一来，他有作案动机。二来，手机到现在都是关机的，一定是做贼心虚。我想，我们可以结案了吧？死因确实很明确，但你有没有发现，死者脚上还有3处伤痕？从现场的勘验结果来看，地毯以外的区域并没有发现任何血迹。那么，死者脚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形成的？如果我们假设王德仁确实是在办公室被杀害的，从拖鞋掉落的角度和情况来看，死者跟凶手应该是发生过激烈的搏斗，但是问题是，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造成死者脚上伤口的东西。然后呢？但是验尸结果表明，死者身上的伤口和脚上的伤口，却又是同时形成。可是师傅，就算是脚上有伤，那也不是致命伤啊，应该没什么关系吧？或许死者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告诉我们。师傅，这个人就是于杰。柯老一出马，死马变活马，行了。哎呀，柯老还是柯老啊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你就是我们刑警队中的老宝啊。哎，老不老这事儿我先不说啊。但我怎么听你这话跟骂我一样呢？哎，没有，夸你，夸你，夸我呢？你让我恢复这磁盘，我恢复了。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，监控视频根本就没开，什么影像都没有。没开监控？嗯，这么巧。这监控的摄像头啊，正好对着厂区的门口。如果要关掉监控，必须得到门卫室里。但是到门卫室里关监控这个过程，不被监控拍到是不可能的。我看了被关掉监控之前的画面，只有小陈离开了，其他的什么影像都没有。你继续说。怎么你没明白啊？行行，我简单点说。就是想关掉监控视频，但不被拍到，只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这个人事先就在门卫室里。那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那就剩两个人了呀。啊，一个是那个门卫室那个老李，还有一个是于杰啊。
对，现在他们俩的嫌疑是最重的，老李和于杰。哎，柯老，嗯，你之前在那个老李那儿拿的那个酒瓶，我送到技术室检验过了啊，检验结果就是白酒，没有任何安眠药的成分。这么晚了，你们还在啊？哎，老钱，来正好，我先去趟厕所啊，真是憋了半天了。你和涛子先聊着，我马上回来。你瞧瞧，酒喝事儿多。我去过于杰家了，他们家应该是被人刻意收拾过，没有查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。我们唯一知道的，就是在案发第二天，他离开家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。哎，婉儿，嗯，你那个三轮车找着了吗？哎呀，我是屋里屋外找了一个遍呐，没有啊。现在这个于杰的嫌疑是最大的啊，无论如何必须先找到他这个人，机场、火车站一个都不能放过。那个大勇，先把协查通报发上去吧。行，我现在去。明涛，我觉得你应该跟小陈好好再聊聊。我刚跟他聊完呢。据我所知，小陈跟王德仁之间应该是形影不离的，只要王德仁在办公室，小陈绝对不会离开。那么前天晚上小陈为什么要离开办公室呢？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有三个疑点，我一直怀疑。第一，就是老李喝醉酒；第二，就视频资料被删除；第三，就是小陈的离开。先搞清楚这些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哎哎，老陈，捎我一段。这儿我也回去，我得回趟痕检室。我说老秦啊，这回这个案子，怕是林涛跑你前面了，线索清晰啊。啊？我觉得我这人就够闷的了，你怎么比我还闷呢？我哪闷了呀？我不一直这样吗？哎，对了，那个铃铛也真不行，人不错，挺有才。要我觉得这铃铛就挺好，嗯，所有女人身上的优点都有，事业、容貌、身材，关键是还有才华。哎，你说怎么就没有这么好的人来喜欢我呢？你今天这个话是有点多呀，啊？哎，柯老，你就不担心你的科技受到损伤，导致人家降口角肌跟降下唇肌收缩困难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下颌软组织向上萎缩。不过你也无所谓了，反正你的下颌软组织也不富裕。你说人话，就是没下巴。我说老秦，全局里就你下巴长，你还好意思？谁下巴长了？我是脸长。行了行了，咱也别自黑了，好好开车吧。哎哎，小心点。这是我们林队长，啊，见过见。这么晚请你过来，也感谢你配合我们的工作啊。没事，应该的。那就简单跟我们说说吧。林队长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家伙搞的鬼。那天晚上，我接到一个匿名电话。喂，你老婆正和男人在宾馆鬼混呢。你是谁？他连宾馆房间号也告诉我了。当时我是不相信，可是你也知道，男人嘛最忌讳这方面，所以后来我还是给我老婆打了个电话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去了电话里说的那个宾馆，我老婆根本就不在，我敲门的时候还被当成了神经病。后来我回到家，看见我老婆在家，我就问她为什么要关机。她说有一个陌生电话一直给她打，接起来又不说话，她烦得不行，干脆就关机了。我
发现那个陌生号码就是给我打的那个。那这个电话号码您还有吗？有，我给你调出来啊。来，让你记一下。那您还有什么其他线索吗？暂时没有。林支长，那我可以先走了吗？行，辛苦了啊。哎，那你们忙啊。哎，说说想法。嗯，你对这个案件的想法啊？咱们现在找于杰的事儿已经布置了，对吧？那下来咱就应该着重的查一查这个作案凶器啊。还有，凶手不可能把尸体一直背到河边再抛尸，对吧？他肯定有作案工具啊，这个也得查呀。行啊，这么长时间没白跟我啊。哎呀，头啊，这就叫跟着蜜蜂找花朵，跟着苍蝇找厕所。明天啊，两个重点，一是凶器，二是运尸工具啊。天儿不早了，赶紧找地方打打盹，天一亮就行了。明白。师傅，你有什么发现吗？死者没有明显的水性肺气肿和肺部肋骨压痕，说明是死后被扔下水的。除了枕骨右侧的钝器伤之外，身上还有多处擦伤，脚底还有刺激伤，所以我觉得他生前应该跟人搏斗过。从尸表特征和腐败静脉网的形成来看，死亡时间应该超过了48小时，也就是14号晚上11点左右。还有，致命伤被击打过2次，所以第一次他没被砸死。如果第一次被打死了，就不会发生搏斗。我出去一下。嗯。林涛，哎，你啊什么啊呀？别盖了，你不是穿着衣服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你比他们上班的还早。秦明呢？我有案件的情况跟他说。哎，你搞清楚点行不行？秦明只是一位法医。我才是刑警队队长龙帆金田一。你有任何事情都应该先跟我说。这是王德仁企业长期在河里大量排污，村民们抗议过很多次都没有什么效果。这个村的致癌率特别高，我在想他的死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。这个污染问题啊，你就找这个环卫局去啊。这个嫌疑人我们已经基本确定了，但是作案动机你不应该查查吗？抓到嫌疑人一审，作案动机就出来了。可是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查。哎，柯老，要晚点来，那我还当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。哎，行了，你啥时候来都行，但你总得再给我点什么线索吧。成，好，辛苦了啊。证据差不多基本都确凿了，只要证据链完整，嫌疑人一抓，这个事情就结了。这一次就算给老秦插10个翅膀，他也不可能比我快。哼，秦明每次总是想着怎么尽快破案，而我怎么觉得你总是为了抢功呢？我说王警官，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人都老拿我跟秦明比？秦明，行，今天案件顺利，本队长我高兴。
头儿，头儿，头儿！我刚才在一个半干枯的池塘里找到了这成果，上面还带着血迹。有价之案啊？你怎么想到的？我刚没事嘛，我就在想，哎呀，顺着这个凶手的方向一直往外走，走了没多远，发现一个花坛，我就琢磨着这凶手有没有可能顺手把这凶器扔到花坛里边了。我就一路找一路找，没想到还真让我给找着了。行啊你，哎，这次可以。桃儿，来啊！我在村口的城隍庙找到了一辆三轮车，刚才已经让技术部门人去检查过了，发现车上有血迹被擦拭的痕迹。如果这个车是死者的，那说明这个车有可能就是抛尸工具。可以啊，啊，太棒了啊！走，出去了。他也结婚了，这女的长得好丑啊，又矮，你看那个身高一点都配不上吧。怎么你嫉妒了？你也喜欢几个呀？我喜欢的人这已经是第三个结婚的了，你说呢？那前两个呢？哎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看上他。这个人好面熟啊。他不是昨天晚上入住的那个吗？哎，好像是。哎，快快翻翻。就是他。迪迪卫自杀，死因很明确，内容物里面可以闻到明显的敌敌畏味道，也就是农药味道，瞳孔小的跟针孔一样大，有机磷农药中毒导致死亡。人呢？四个八房间。还在里面吗？昨天进来就再也没出去过。确定？这一间。行动。现场的指纹是他的，运尸工具上也有他的指纹跟王德仁的血迹，而且给小陈的匿名电话也是他的，并且他的老婆死于癌症，癌症跟化工厂有关系，因此于杰具备杀王德仁的动机。而且当我这个龙帆金田一找到他之后，他选择了畏罪自杀。怎么样，完美的证据链。结案。不能结。我在解剖尸体的时候发现死者是一个胃癌晚期患者，然后我提取他癌细胞，对肿瘤进行了病理切片，发现了浸润性上皮组织癌。换句话说，就算他不自杀，他也活不过一个月。哦，那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然后杀了仇人，自己自杀了。你看，这样动机更明确啊，完美，结案了。那也不能结。不是老秦，这动机这么明确，还结不了案？你是不是看着我先破案子，你心里不爽啊？你看死者，死者因为癌症晚期的折磨，瘦的只剩87斤，而王德仁有187斤。现场勘验的结果发现有搏斗的痕迹。那你告诉我，一个87斤的人，怎么跟一个187斤的人发生搏斗，同时把对方杀死，身上还不留有任何伤痕的？难道是羽量级打重量级吗？那如果说这个人第一下就给他打个半死呢？那么一个87斤的癌症晚期患者，是如何把187斤的尸体从办公室运出去的呢？难道说另有其人？然后这个家伙不是自杀，是他杀？宾馆的监控录像肯定不会骗人，而我们得到的证据也都是真的。那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他杀的？至少不是他一个人杀的。共犯老李？我已经让小羽毛去查了。林涛，你有没有想过有这样一种可能，于杰伙同另外一名同伙共同杀人，然后一起抛尸。于杰知道他自己命不久矣，所以留下错误的线索来误导我们，让我们认为他是唯一的凶手，然后再来个畏罪自杀，死无对证。哟，林涛啊，还得靠我师傅啊。你发现什么了？这封信呢，是于杰寄出的，寄给我们的。
心里承认了他那天晚上灌醉了老李，调走了小陈，潜入王德仁办公室，用秤砣将其杀害，之后呢，将尸体用三轮车带到河边进行抛尸，然后将三轮车藏到了城隍庙。另外，他在信上强调了，他有一个儿子，在上海上学，希望我们能为他保密，不要将案情透露给学校。还有，柯老那边已经鉴定过了，这封信呢是真的，没有问题，而且信上有于杰的指纹。保护，他要保护另一个共犯。白秘书啊，白秘书啊，老秦啊，这次这个，还是让你们说对了啊。不过这次不能算你破了，这咱们这共犯还没找到呢。那就赶紧去找吧。行，那我去查一下于杰的社会关系啊。对了，师傅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是怎么推断出于杰他有共犯的？证据链很完美，于杰绝对是参与了。你想啊，如果于杰要承认杀人，为什么不到公安机关直接来自首，反而要选择写信的方式？既然于杰决定他承认杀人了，他为什么要去大唐化工厂把监控录像关了呢？理由只有一个，他要把所有罪责全都承担起来，为了保护他的同伴。师傅不愧是师傅啊，真的是太天才了。少拍马屁，干活去。嗯。你们真不知道于杰平时跟谁关系比较好吗？你们是警察呀？对啊。你们是在调查王德仁这事儿吗？阿蛋儿，啊，他们是警察，他们是来查王德仁被杀的案子的。行了，你们啥也甭问了啊，我们是不会说的。人于杰可是咱们村的英雄，对吧？对，那是我们的英雄。王德仁这个混蛋本来就该死，上面不收拾他，我们的英雄自己收拾他。就是，我们什么都不会说的，你们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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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走。啊，这活啊，可真不是人干的。怎么了？我刚从平安村回来，那些村民看见我像防贼一样，非说这个王德仁死得好，于杰是英雄，他们不会配合警察调查的。哎呦，我当警察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。那就是说，你什么也没打听到呗？没有。我有。我有收获。哎，你快说。林大队长不都是要把案子破了吗？还查什么作案动机、社会关系啊？直接把嫌疑人拿过来提一提不就知道了？哎呀，王警官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有什么线索赶紧说吧。我可以提供线索。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要多少钱？柯老爷，我谈什么钱呀，多俗气。答应我尽快审核资料，拿到批文，这样日后我才能顺利的报道。行，说吧。我之前不是就已经分析过这个作案动机和犯罪心理吗？这个王德仁的化工厂不得民心，村民和他的矛盾很大，所以想从村民那问点什么就有点困难，但是这个村支书至少还是政府人员，从他给我提供的线索，这个于杰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叫冯志强，两人是小学同学。小学同学，关系怎么样？据村支书说，两人关系一直很要好，直到一周前，两人在村里公然翻了脸。为什么？好像是因为冯志强欠于杰的钱吧。两人当着村里好多人的面开始吵架，于杰还撂狠话说以后没有冯志强这个朋友。因为欠钱的事情吵架？还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？还在案发前的一周闹出这种事儿，我怎么感觉像是故意的呀？欠多少钱？1000块。1000块？那看来还真得把这个冯志强找来。来，冯源。哎，现在马上把那个冯志强找来啊。对，大勇，你顺便查一下他的信息，赶紧去啊！我也去。哎，你玩了？你还是不认同我的犯罪心理学吗？这已经超出了我的职业范畴，我不表态。我说，找出犯罪心理和犯罪动机，就像你从尸体中找出线索的道理是一样的。石灶，晚上你干嘛去了？睡觉，这晚上不睡觉，我还能干嘛？你晚上都在睡觉。
我老婆死了，我一个人在家有点寂寞，看了那小电影我就睡了，没出门。别问我有没有目击证人，这谁睡觉找个证人在边上看着。我们这还没问呢。我看电视里这警察不都那么问吗？王大人死了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我就听说了，据说还是于杰干的。于杰这小子好像得了什么癌症，活不了多久了。他这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大事儿，这临死了还干了件牛逼的事情。林队，请你出来一下。我们刚刚查到，就在今天上午，冯志强给于杰在上海上大学的儿子偷偷汇了2000块钱。冯志强，我听说之前你欠于杰钱不还，你俩因此闹翻了，那现在为什么又给于杰儿子汇钱呢？林队长，因为于杰牛啊，我之前欠他钱我是真的不想还，可他把王德仁那个畜生给弄死了。于杰太牛了，我服他，我真后悔没有还给他钱。我和于杰是同学，他儿子在外面上学，现在于杰死了，我义务捐助啊。队长，这我给于杰儿子汇钱不犯法吧？不犯法。那就好，以后于杰的儿子我就当我儿子养，我每个月都给他汇钱，英雄后代嘛。我说老钱啊，林当这性格以后可真够你喝一壶的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冯志强还没搞定啊。看不出破绽，但我觉得这人他一定有问题。那得帮你啊。不会吧，又考你啊。行了，跟我去现场看看吧，说不定还要你帮我呢。行。从现场勘验和验尸结果，我可以断定，死者王德仁和凶手之间应该是在这儿搏斗过，而且死者脑后的伤痕也是在这儿产生的。死者跟凶手之间产生搏斗，手臂上发现伤痕很正常，很好理解。但是验尸结果表明，死者脚上还有3处伤痕。现场勘查的结果，在地毯以外的区域并没有发现任何的血迹。那么死者脚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？还有从死者脑后的伤口来看，出血量应该很大，而且是喷溅式出血。但现场勘验的结果并没发现这么大的血量。哎，行了，别乱管了，赶紧说。我在想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，这里确实是第一案发现场，但同时还存在第二现场。死者气道和肺部之间，之内，死者和肺部。一个87斤的癌症病人，如何把87斤的癌症晚期患者，跟187斤的死者，87斤癌症患者跟一个八十七斤的癌症晚期患者，怎么着？那你告诉我，一个87斤的癌症晚期患者，那一个87斤的凶手。是如何把一癌症患者来晚期患者是如何把187斤的尸体给搬出？那来，那你再告诉我，于杰绝对参与了。再呸他妈！别假死。
的故事你还不知，寂寞的城市里紧紧拥抱自己，你用你会说话的说句。都挺我的。都太多了，尸体有没有痕迹那得你来查，不然要你这个大法医干嘛？阳光照不进去的心，多少犹豫，多少阴霾，多少孤寂都因你而去。阳光照不进去的心，所有花言，所有过去，所有噩梦都随你远离。开始希望中坚持，不会被梦丢失。找到他那个三轮车也要找一下啊！保证完成任务，3点开会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在滨海路出现过，当时交警正在查酒驾，监控录像里有他当时测。监控录像不是监控录像。对不起。头部上是？啊，对。色黑。你别色眯眯的。